头奖是我们的 iPhone 15。我翻译确定 ？OK， 对的。嗯，对的。好，我想要问看你，方便跟你借手机吗？应该来喝我的喜酒来祝福我，会不会？可以可以可以。今天我结婚，我在控制我自己啊。谢谢所有人抽空来我的婚礼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俏，欢迎回到我频道里面。订阅我朋友们记得订阅，而且要打开小铃铛。叮咚叮咚。今天我们已经到达 JB 了，其实我们桌已经到了，然后可是就晚上才到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拍太多。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有很多个任务要去做了。第一个喜庆就是朵朵结婚啦，所以我们要去到他的现场啦，所以等一下也会拍给你们看的。第二个就是我们娜姐考出来有一个非常大的消息，就是我们来临的12月30号、31号还有1号，就是这三天我们都会做活动。你买两 set 娜姐考出来就有的抽一张券，就是你可以刮的那种刮刮乐那种 feel 的一个东西，我们就做出来了的。头二三奖是什么呢？头奖是我们的 iPhone 15，噔噔噔噔。然后二奖是我们的 Dyson 吹风机。本来是我们要买别的，可是后面摩拉讲，Dyson 的话就是男女都可以用啊，还蛮实用的一个东西，就我们放第二。然后第三就是金啊，因为有很多就是可能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啊，30多岁啊。就是也是有来支持我们娜姐烤串嘛，所以我们就希望有，因为我们这样的年纪的人是比较喜欢金，然后其他的就是可能一些 discount 啊，或者是 free set 之类的，可是也有谢谢光临的那个东西，所以这个正常的嘛，大家明白啦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带你们去买我们的头一二奖，头一二三，头一头二，所以我们会带你们去买我们的头奖、二奖还有三奖的礼物啦，就是要留守下去给你们知道更多的详情 ，Let's go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们900块马币的房间，真的好贵啊，而且很多地方都满了，基本上都满了。这个还是我们托朋友订的，因为它是 VVIP， 是因为最近学生都放假，圣诞节也要到了，所以全部涨价，这样子的 view。我们现在等中秋宝拉完屎就要出门了。跟你们讲，这两天帮我周末 JB 全部没有房间了，我们住了一间很高级的酒店。我已经跟他们讲了。哦，讲了吗？这样就变我急迫啊！所以我们现在就去 Mid Valley 的 JB，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卖我们的 event 的礼物给你们了，看谁幸运拿到吧。Let's go 吧！我跟你讲，我们干手害，我们两个人的电话都放在车上。他司机走了，我们联络不到他。我们现在要冒着尴尬的那个东西去跟一个路人借电话，还赖了这是。然后我们又不记得别人的电话，他只记得他爸爸妈妈的电话。对啊，因为现在人哪里会记电话号码的，勾利啊，这是我跟你讲，尴尬哦，要找谁？我们看到戴森了，所以我们来戴森买东西，然后跟戴森的人接电话。不然的话就是我们买了戴森，然后再去买电话的时候，然后就买电话接电话。要买哪一种？这种。现在价格是2000多，我们的是这款的，最新款黑色还蛮帅的。就黑色吧，黑色比较多人。黑色是新款吗？都是一样的。哦，它的颜色不一样，它都是新款的颜色不一样啊。太久没有买这些奢侈品，他们刚刚没有空，不要紧，我们先看看先。其实哦，它有几种，它这种哦全部是没有盒子的，现在有盒子的是这个糖果色。还有这个蓝色，所以我们就拿蓝色，因为糖果色怕有些人男生拿到摩纳奖怕他们不开心，所以就这个还好，男女都还可以，因为就是要有盒子，看起来会比较美一点。对，可是我比较想要这个。对，可是没办法，没有盒子。嗯，没有仪式感。我们去付钱先。两个没有带手机的人，然后对面又在买东西。两个无聊人。其实蓝色也蛮美的哈，盒子。男女都适合。OK， 可以。OK， 再看他那个。你试吧。第一个红灯是不是？80度。可以用。可以用这个蓝色的，可以。我们来到 machine 了，那边已经买好了，干多了呢 machine 今天。反正我们买了就走了。如果没有货怎么办？应该会有了，应该会有。我们好不容易终于找到一个人可以帮我们拿了，干多了，我跟你讲后面。很夸张，因为有钱人是这样多的，这世界上。因为圣诞节跟新年要到，可能大家买礼物送。对的，因为我们买的是 iPhone 15 Pro， 因为我们没有买 Pro Max， 因为我们怕有时候是怕是女孩子抽到，所以 Pro 的话是男女都可以用，所以比较好一点。反正到时候你们收，如果你们赢到 Just 店的啊 ，Screen Protector， 你们就自己粘了。那我们现在准备给钱先。终于到
那我们的那个 iPhone 是黑色的，黑色的，对的，256。看一下，我买的是 iPhone 15 Pro， 那应该等于多翻一些 GB。OK， 对的。嗯，对的。好，付钱喽。那我们要跟他借手机，不然我借得到吗？你拿个手机。来买手机，然后跟他借手机。啊，这边不好意思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想要问看你，方便跟你借手机吗？因为我们没有带到手机出来。然后打电话吧，打个电话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你。快点，打给爸爸，打给我妈妈，救命稻草，我就记得我的妈妈的号码吧。等一下，你妈妈没有接电话，是我的爸爸不要接，因为陌生电话。你不要接嘞，怎么办？我不要接，你姐姐，你爸爸，我打给我哥哥。他还记得他哥哥的电话，家里的号码都会记得，因为以前嘛。啊，我只记得我爸爸妈妈的。现在这个年代没有手机，真的是不敢出门。啊，不到年都也是。不然我们现在拆开这个，用一下子，然后再给他装进去。Hello， 啊，狗啊，狗啊，我是阿宝啊。哎，你帮我call 一下我的助理哦，随便找到我的员工，然后叫他们找 Annie 叫司机来回去那地方载我。OK。谢谢你。那我们就过去那边打等了。我们就会等到没有办法。我们不用，就是等他孔缝打回来。孔缝来了，已经找得到了吗？没有办法，先这样先了。我们看能不能等到先。安全感来了，我们的司机送我们的电话来了。哦。反正电话还有我们的来生买到了，现在我们现在去买金，就可以去董美豆的婚礼了。是的。可以跑掉了。好，来没？走吧。真的不能没有电话，没有电话好，没有安全。很慌啊，我们而且好彩我们有买东西可以跟人家借电话，现在的人不敢随便借电话了嘞，因为电话很重要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到 Baby 的 MyDin， 然后这边有一间金店在二楼的，是叫 Full Hang 的，就是我朋友开的，所以我每次买金都是通常是跟他一起，就是来他这里买，那会算我便宜。然后我们就要打抢他，你看我怎样打抢他，我现在去选一下，选一个三等奖给你们。也是价值蛮不错的啦 ，OK， 就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，去买两 set 就有机会赢 iPhone 呢。对了，就是这一间有钱人老板，老板黑黑来打抢你啊！哎，我们选一下，恭喜，谢谢。我们要找差不多在1000左右的东西，是要送要什么年龄的？我们是打算是送给人的，就抽奖送给送人的。应该是比较是女性，对哦。如果是单单一个牌咯，可以。它牌是什么样的？或者是这种，男女都可以。哦皮球。这种可以。皮球可以。然后就你用神的话，男女都可以咯。对，皮球还可以，因为男女都可以戴，或者他们收起来也是可以。我选一下再给你们看。我们本来是要买这种啊，我是澳门券，不可以，因为如果是太贵的话，二等奖就不值得了。所以我有看到这个金汤匙，然后比较厉害一点，又比较大个，所以应该会选择这个吧。我觉得这个吧，就这个吧。对啊，我们的金已经也买到了，我们买的是那个汤匙，哎，我们选择是那个汤匙，因为我们看起来还蛮大方的，所以男女还蛮适合，要戴也可以，要收也可以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去多美多的婚礼，所以下面带你们去看一下啦 ，Let's go。哎，我们来啊 ，Yo。OK， 看到多得到的红包很大个，我到时候结婚的时候我要三倍了。没问题，这上面来看，没有看到你，你瘦了，瘦了，你瘦了，想要肥呗？我看你在医院，是，想要你那一件肥下来啊？好，不给喝啊，等下不给喝。请问是在研究他的肚子？是，你这个是。找找你再摸就再多一个哦。够了，全部为了狗没多赶下来，哎，麻烦到死。麻烦到死。我住多一天呢，还要浪费钱呢。你们俩几回啊？还是怎么？俩几回啊 ？OK。我们都是这边看。这边。这比较有钱的，当然没有钱的那家。所以你不是中间的，懂吗？都，所以不是在中间这里，是在旁边那种，好像有口落口一样啊。走，玩进去。Let's go。那签的大名签。为什么结婚还要签名？因为他以为他自己是明星，然后怎么能签名？
写那么大，别人怎么写？我就是要特地写大的嘛。哦，明星哦。那么你是要以为你不用了、啊？你是要写一个会？啊，好像很厉害这样啊。哎呀，很高哦。像我这点是切，我们都叫我提早来，他想说他全部做 decoration， 他想不然的话，全让全部人去吃。就没有人看到他 decoration 几厉害，所以就拍给你们看他 decoration 几厉害，就给钱钱。对，够力啊！你的名字没有在啊？哦哦哦！来 ，Charles。Charles 干嘛呢？对的对的，打个招呼耶！我去找那个新娘哥耶！哇，设计这样多东西，我今天。他排在这排。哇，破坏人家的东西，到处破坏。哎、欸、，Hello Hello Hello。哎，我骑摩托来。真的没？讲真真。哎、欸，很久没见。哎。喂。哇。哇。我笑到嘴巴有点麻了。对，我现在看到你们这样，有点不敢结婚了。你是那这个我没有用到外的，懂吗？我所以你。你要调它歪哦，你就不用拿这里。我不要，我就喜欢这样。对，这样我来就来，这样我来就来。你特意叫我来就是看这些东西、啊。对，今天来喝我的喜酒来祝福我，对不对？可以。今天我结婚，我在控制我自己啊。OK 不要弄你，不要弄你，不要弄你，让我拍照。不要弄我骂人。你要后面再多人排队，快点。来，明星这样耶。OK。这么大个的，六个亿哦，你大佬。你摸啊，就会有哎。摸你就会有了嘞，哎、欸，他会这样一直动的吗？会啊，会啊，会啊，现在会在动了。我们不要讲废话，快走，可以，快走了。这牛包哎，牛包要走了。屌，这样子都给了喽。给了，给了。他们有红包，大家不用紧，都要收着我以后用。没有，你看我有写帮你们写好名字嘞。勾鸡婆，勾鸡婆。哟，小小凯，小小高凯 ，Hello， 你好。多少年？你在兰溪什么？叫什么 ？OK。哎，别这啊！这个是什么 ？DJI。哦，那个 GoPro 啊。类似 GoPro， 可是还是 DJI 的牌子。结果就看起来镜头不一样。对，还蛮好的，蛮好用的。这脚架。对，很容易拿，声音又好。介绍起来啊，我们先去那边，你不要搞笑人家先。对，在这里偷偷摸摸这样哦。啊？我你干嘛拿这样大架的？大了，只带大家一点夸张，这里面就两箱，这样小架，夸张哎，因为你要尊高他了。我这个可以远远中，你看，我还可以中到，哇，还可以跟他对啊，可以，等一下才跟你聊，哎，你们忙先。哎，很少看到你们要排队哎。有什么？很少看到他们要排队。没有啊，我没有排啊。没有，我讲他们。哎，我跟 Rules 好吗？因为我们现在是马来西亚最红的，马来西亚最红的团体。喂，走进去了。多你，是不要否认的。我们去厕所哎，我们上厕所哎。这比提了他们夸张，直接猪八戒来上场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
们已经进到来了，看一下。哇、哦，完了，很美一下嘞。哦，水帘洞啊。哇，很美。记得是我们。Hello Hello， 我们找完了位置，33号。这么一只 M 哦。你一直在我旁边。坐这里哦。Hello。很难呢，你们。难，看不到东西。喂，不要这样子。你知道吗？我即将穿着我喜爱的白纱向你走来，现在我心中。全部人都是在这里，全部。然后比他先上，对。相恋14年，每一步都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日夜夜。接下来，让我把这感人的时刻交给朋友，还有杜杜。杜杜，杜杜。卡住了走完了，我们快点吃先，快点吃先，快点！我们来吃完点，吃完点。哦，看不到。感谢，哇，很精致嘞，很美一下来，这个东西。拍第二样的鱼翅没有拍到，因为我很喜欢吃鱼翅，一次过吃了3碗，不要脸。然后全部人在这里，然后我吃了3碗，可是够我要的已经是蛮饱了。对，现在就等蒙拉最爱的，看起来好像还是可以吃的东西，叫做泡啊。扣肉包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吃。小玉亮表，它的颜色看起来好像一坨屎。这灯光哦，灯光看起来像一坨屎。来，天要比较少，这个好吃啊。我听到了，我听到说要扣肉包，天要比较少，是不是很多东西？对啊，在拍东西，就在讲话那个人。我讲给你们听，天要好像这个扣肉包会比较少，都有啊 ，JB 会比较多。对啊，都有。对啊，但是我。打脸了，对不起。没有，是那种高级餐厅没有，跟这里讲那种比较我们那种 local 的啊，就有。我们这里就对。所以达达是要讲说没有这种的。哦，高级的呐。别讲话。你们看人家在那边幸福快乐什么东西啊？你看这些人。在这里玩傣娃色，他妈的。没有，在那边幸福快乐，在那边玩傣娃色啊，这些人真的是破盖了。感情你们这种人呢，还叫我们全部去啊前面那边拍照，然后全部人走，妈的，然后全部人前面来，拜拜啊，拜拜，都走啊，走啊走啊。哎，拍什么？拍我不拍了，我拍 vlog 等下给你了，等我等我拜拜啊你，你忙你忙啊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准备回 KL 了，是直接该参加完，我们直接马上下车回，然后回到去应该是3点，因为明天是摩纳的家人会来。
也很开心，所以我们就要赶着回去。本来是今天会住一晚的，可是就是想到怕别人来不及，所以我们就赶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就去接他们。然后明天我们也会跟你们讲一个东西，就是可能我们参加那个我们那个活动啊，赢 iPhone 的那个活动的东西的详情啊，所有东西我们会明天再跟你们讲清楚，所有东西怕你们会 miss 掉，所以我们大家明天见吧。记得要参加哦。记得要参加哦，用24块换 iPhone 哦。这样我们明天见 ，Let's go。大家，我们已经回到来了，所以跟你们讲一下我们的详情如何赢 iPhone。OK， 我现在已经列下来了。如果你们在我们那间考试任何一个分行买两线的话，你就有一张那个刮刮乐可以割。那刮刮乐就是有可能中 iPhone， 有可能是中金，有可能中单身，有可能中其他的东西，也有可能是谢谢光临啊。这个东西就看你们自己的 lucky 了啦。然后我们会连续3天的，就是30号、31号还有1号，截止日期就是我们的1月1号的半夜12点。所以你们就要加油啊，这个东西。如果你们是抽到voucher的话，比如讲一些 discount 或者是送一些的话，你们可以当场使用，或者是这3天里面你们就要用掉它了啦。如果你们抽到头3奖的话，哇，这个是紧张了，你们就可以联系一下这个地址。可是你们是需要来到 KL 跟我们的 redeem 这个东西的，所以如果是讲在外国的朋友们在槟城啊，在 JB 中的话，你们就要来 KL 啊，我们就会在那边等待你，把这个 iPhone， 把这个 Dyson， 把这个金送给你。所以说我们中奖率是高达58%的，其实我特地调高一点的，所以你们放心，会尽量你们消费啊，会尽量会换回一些东西给你们的。然后请记得去买的时候一定要 tag 我们的 Sisna 的 IG 哦。所以这个影片就结束了，这个详情你们要非常的清楚啊。我们就结束到今天的影片，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留按赞。我们下一个影片，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